你说这天气啊，你这是咱们中国话叫天气。对啊，大家说日本话怎么说？天气，你看一样不一样？这个天气，天气，天气啊，很多话都一样。啊，那我再问问啊，将官啊，这我还不是夸你 啊，底下有人给你叫好了。这么说，日本人平常这个说话，你都能听得懂？大丈夫です。大丈夫。わかりました。那么你跟这个日本朋友，那就很愉快的能交谈。大丈夫です。大丈夫。那我还得问问啊，你们这代表团一共来了多少人？大丈夫です。哎。日中 TV 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姜昆，这次是我们欢歌笑语节目第五次来到日本来演出，取得了很多成功，这跟您的关心支持是分不开的。我们中国曲家协会和我们的曲家们愿为我们中日文化的交流做出贡献，而且希望大家在这里和谐的生活，愉快的工作啊，发财。而且我愿意代表我们的曲艺演员说这样一句话，我们愿意把我们的欢笑送到这里来，让你们快快乐乐的生活。嗯，但是来了几次，逐渐哦学了点东西。哎，应该学一些。吃饭呢？啊，是吧？什么什么什么，口行有特别嘛事哦，什么一大大给嘛事，枸杞说上那在西单吃个米苏西路，那个寿喜是吧？哟、哎，还撒西米甜不辣，反正咱们就差不多了。哎，不啊，姜昆，你别说，我没注意，你这日本话完全可以啊。大丈夫です。哎，那银座那跟金子那一样，对吧？哦，金子，金子，哦，金子，哎，哦，那再往那边去点，那横滨，横滨啊，啊，横滨，